的空间的节目，希望你可以多支持啦。我看过扯铃、武术、舞狮、舞龙，还有打鼓。Lion Dance 还是24/7古堡。本身是有学花烛舞蹈的。我最想要学是武术，可以 protect 我们自己。我会学24/7古，看起来很酷，好像很有型这样。我觉得这个 challenge 很紧张，不可思议。我觉得很 stressful， 无敌。我觉得这个 challenge 不简单，很 challenging 啦，很 meaningful。这个挑战之后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哎呦，我告诉你哦，他们这个挑战真的很了不起哦，真的是了不起的 Zack 时代啊。